不要，这个可以助攻啊！永远的大将军。Hello， 我不要给你吹，懂吗？我这边也可以吹啊。你吹最多精。好，来这一场不要用了。哇塞！好像先开始的，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哎。同归于尽啊！没有啦，最后一粒。这是什么战略喂？哇 ！Thank you very much。现在2-2。有。OK， 我现在换三个技能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用吹的。我去追点点，不要让我打到。拜。到你了。干嘛？因为我上一场还是没有分。哎呦。吹进去了。睡哦。拜拜，兄弟。哇，干眼睛！哦，谢谢。观众喜欢看反派尾声啊！我现在就是扮演那一方嘛，我现在要反派尾声，这一场不可以给阿亨再拿出来。不要紧，我先把你拿出去。好香啊！哎呦，这是进还是出？进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爱你啊，我觉得可以拔掉。我把它如果跟我鼠国弄密一点，那还是缺手全部解决一解。我觉得你比较适合曹操。就是你不知道的事，拔掉我。呜！吹什么来？吹啊！我还有两粒金，还有两粒金子。我怕把吴国的吹进去，一口而已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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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吴国还在里面，没有了。全都赢了啦，只有一粒在里面。你看他，曹操最爱什么？不是最爱打仗，积分在最爱吹 blow， 最爱吹 blow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吹多了。这位阁下，请问为何拿零分？请进入我们的惩罚环节。
惩罚前来断广告。没有错的，又是我游戏解说小王子。没有错，今天呢，我们的干爹就是我们的真善活无双。它呢是一款 3D ARPG 的游戏。是 ARPG， 你这个蠢蛋。啊，然后呢，最重要的东西是，它是开公司第一个授权的正版手。现在呢，就来玩给你们看啊！这个 game 它其实很容易玩的，它会介绍你怎么样玩。OK， 只要你点这些东西，你跟住它的 flow 去玩哦，你就很 game。再来呢，你可以在这边哦抽武将，你要神抽一抽两抽没有问题，你抽好这武将呢，你还可以哦得到它的皮肤。去买不了，买起来，买起来！你还可以选连坐骑，哎，步履不齐的那一只马叫什么？仙兔马啊，对不对？鲜红色法拉利，帅个翻！再来呢？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打加 special 招，你还可以不说话，大招出来你还可以连招，那像这样子 ，OK， 指定了几个 hero， 他们就可以一起连招打出一个 combo， 帅不帅？帅不帅？整个人的角色哦，已经强过那士兵了。但是啊，除了 boss 比较难打一点点啊，其他那种老少兵哦，你两下子吧，不死他们了哦，杀掉那些兵哦，就能高潮快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有嘞，像那种沙盒游戏啊，最多一场战斗可以持续五到十分钟，上班偷玩哦，没有问题的。像 PvP 那种啊啊啊，梦兰，现在还多了一个东西，就是 PvP player versus player， 你看到哪一个不爽，敢不敢去杀？跟他讲，懂得叫赛，你可以快速释放技能，而且嘞，这个技能哦是没有冷却时间的，这个时候嘞，就要看对方的手速快。还是你自己的手速快哦，所以还在等什么？事前预约进行中，快跟我们大三元预约起来，还有机会带走 PS5 啊 Switch 的大奖啊！赶快来下载啊 ！OK OK， check it out。手指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叫你在《三国演义》标记吴国所害。我没有这血见。和雷西的我不一样，都叫你标记吴国了。惩罚。古代的时候，只要你做错事，你会被怎样？斩，超斩。蜀国有蜀国的惩罚，魏国有魏国的惩罚，吴国有吴国的惩罚。没有吴国被惩罚，没有吴国被惩罚。来，曹操最喜欢就是斩头。皇上。关主皇上，我要选四个部位，我选了一哦，叫我选吃啊，一大腿，大腿，哦，肚子，哦耶，我一个要求，我要你一边唱歌，我一边吃。啊啊啊！流氓赛，也是假到笑嗨，哈哈哈哈。我真的没有那种，我真的。所以，喂，所以你要全力啊！我真的，我全力不，我是降下去。你看啊，你现在这边两边吗？这边三条哦，我麻将有一个三条嘛。轻轻松松，静静。没有吐出一个东西。轻松。有衣服挡住不有错呀，慢一点而已啦，慢一点而已，慢一点出来，这个伤痛，抱歉，好嘞，还敢输啊？给你按摩，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。这个选择了我们哦，给我们打这个广告哈，在一级购，二级购，二级购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记得去下载我们的《真善活无双》吧。谢谢 ，check it out， bye。